买这台性能底盘超好的 GT3RS 给他驾驶，因为他特地去山路都有山坡弯道比较危险，所以买这台车让他开起来轻松。那这台车大概价值多少？价值要1700万。全台台湾的话没有几台，对，等了快两年。因为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，都看到老婆都会煮一些新鲜蔬那个好吃的蔬菜，他特地去山上买回来的。我就要给他一个惊讶，就买这台性能底盘超好的 GT3RS 给他驾驶，因为他特地去山路都有山坡弯道比较危险，所以买这台车让他开起来轻松。那买这台车就。会不会说太高调啊？然后就是大家看到，买这台两台车一样。一般的话只是看到是保时捷而已，并不是什么兰博基尼、法拉利那么显眼，所以这一台车是比较低调。那这台车大概价值多少？价值要1700万。全台台湾的话没有几台，对，等了快两年。快两年，对。